财神到。谢谢小姐姐录的这个，其实到最后一个玩法已经有点不一样了，因为你没有选择，现在只剩九号，真的。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礼物非常好啦，我很想要得到。那你要记得哦，如果你听到电话响起来，我们的通关密语是我爱 Hit FM， 十年来都是我爱 Hit FM。 好，那我现在要打电话咯，因为有了礼拜二的经验，所以我现在觉得很 OK。 这位是0961的朋友，0961，如果你的手机电话是0961，请记得通关密语是我爱 Hit FM， 然后跟我多聊一下好不好？在等你接电话的同时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过年的快乐音乐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 Hit FM 联播网，我爱 Hit FM。 恭喜你。请问你怎么？谢谢谢谢。请问你怎么称呼？从你在哪边？我是台中的小花。台中的小花今年几岁？四十，四十一枝花。那过年期间大年初六你在做些什么呢？今天就出去逛逛街，然后去庙里拜拜一下。人是不是很多？超多人的。因为我今天明显的，今天是初六嘛，初二我来上班，跟今天来上班，发现今天就是好像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周末，人还更多。对对对对。那你接到电话开心吗？有很兴奋，很多怎么可能是我？是你第一次接到我们主持人的电话吗？对对对。OK， 好，那恭喜你，本来是要从一到二十四选一个，但是今天你真的很幸运，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得到好礼的听众。你平常都有在听电台吗？有还是今天刚好就是过年，因为真的很无聊，然后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影集，都是习惯会听一点。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内勤的。那一样也是礼拜一上班，就是过年有上班吗？过年休息。那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痛苦？快要怎么这个假期这么快就过了？对，假期快要结束了，是不是真的有一点觉得好快哦？对对对。 OK， 好，那我要来宣布你可以得到的是节节宝宝粥的组合，随机出货是大宝宝年菜组合，或是炖饭意面年菜组合，或是鸡精大宝宝粥组合。内容物我等一下再好好念给大家听。好，谢谢。那恭喜小花，请你在这个兔年也要继续支持锁定 Hit FM 好吗？没问题的。OK， 那你最后要不要跟所有在收听小花讲话的人讲些什么吉祥话呢？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好好把握接下来的那个休假日。真的还剩两天，真的。对。好，谢谢小花。那么过年过后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再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我今天一进来看这个二十四个礼物剩，我就知道，因为这个大宝宝姐姐宝宝粥有很多粥品，我现在要来念给小花听。恭喜台中的小花可以得到我刚刚讲的三个组合随机出货，那每一个组合里面有什么呢？ OK， 如果你抽到的是大宝宝年菜组合，里面会有枸杞益气粥、苹果蜜薯粥、番茄罗宋粥、翡翠鲜鱼粥、金玉青滑蛋粥。如果是炖饭意面年菜组合呢，你就会获得红豆紫米粥、翡翠鲜鱼跟我都要叫我自己不要吞口水，罗宋伊比利猪炖饭、金玉满堂海陆意大利面、海鲜总会炖饭。如果是鸡精大宝宝组合呢，会有豚末香菇豆腐粥、蔬菜鲑鱼粥、丝瓜鲈鱼粥、粉红猪猪粥、四季春鸡粥、紫金鸡茸粥。以上希望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组合，也再次感谢节节宝宝粥。